我看了一个电影叫《魔法满屋》，然后我就说说里边的一句台词吧。他说的，奇迹并非在于你所拥有的魔法，而在于你本身，在于每一个你。它是一部关于就是家庭的电影，就是看完这部电影就会让你，珍惜生活中的平凡的幸福的点滴，就是开心，就是陪伴。旅行的意义不是在于我们想去哪个目的地，或者我们想看到什么实景，而是在于我觉得是家人的陪伴，与就是我们之间的温暖的情感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快乐的意义。